骑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顶级赛事文评论道。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鲜最精彩的围棋对局。下面我们就请上两位讲棋嘉宾。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您讲解的呢是2013年精力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15轮的一场焦点主将之战，是由重庆银行队的主将古力九段对阵大连上方恒业队的主将朴廷桓九段。那么这两位棋手呢，我想大家都应该耳熟能详了。古力呢我就不用再多说了，朴廷桓呢虽然是93年出生的，但是现在在韩国围棋等级分排名第一，所以呢他担任这个大连主将呢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战绩。那么作为重庆队的主将古力来说，能否保住重庆队在这个甲级联赛排名榜上的第一，他这个主将之位的胜利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盘棋当然是很关键的了哈，王老师。对，而且这个棋也非常精彩。其实呢在我们精力智能手机杯围甲联赛的赛场上，这个主将之战啊，古力对朴廷桓不仅仅是两位主将关系到两个队的这个成绩。其实他在这个背后啊还有一点点，就是古力作为成名已久的现在世界的头号明星明星棋手，他这个棋现在仍然还很好哈，在我们广大棋友的大家共同鼓励之下，古力的棋力还是很好。没错，尽管如此，中国和韩国的年轻高手啊追赶的这个脚步啊非常快。所以他背后还有一个和韩国的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的这个较劲的问题。就是你们就已经赶上来了吗？古力说我认为还没那么快吧。对，所以还有这些内容。而且呢这个古力呢今年作为主将出战并不是很多，在此之前这几盘棋他都没有作为主将出战啊，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想着这个大连队朴廷桓来了，我得作为主将出战一下，要不然不礼貌啊。是的，很好，可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揣测啊，是先声明一下。我们看棋嘛，尽量能够全息的看。是的，那么了解这些背景材料然后再来看就很好哈。这盘棋是朴廷桓执黑，是他们这盘棋下出了非常多的话题，很好。那么黑棋下一张错小目，白棋二连星下的，然后黑棋挂，摆出了一个最近最流行的一个态势，一个架势。那么古力挂，这个现在见得很多了啊，就不议论了，有很多话题。一般黑棋再一退。白棋就虎，白棋再一虎，黑棋再一猜，好，好像还是比较平稳啊。觉得是不是应该照定式的下法拆一个，或者是照这个后来张栩的变法？对对对，也有这个，对，是的。但是呢，这个原来开始啊，大家礼尚往来，彬彬有礼，结果都是假象。是的，很快古力就又下出一招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棋，就是挂这个。他往里挂进去，对，他是要寻找这边行棋的线索，是的，寻找头绪。的动机和出发点可以理解，但是按我们一般的价值观来说，还是觉得这样的棋呢是不是太着急了一点。觉得这个定式还没打完呢，你还差一手棋呢，怎么跑那儿挂进去了已经。而且这个地方很窄嘛。是的，但是确实这道棋能够非常非常好的描述描绘古力的形象。对，他就是求变的一位大师。对，他不按常理出牌。不按常理出牌。我就想起有些我们的观众朋友当中肯定也有一些知道桥牌的哈，有些桥牌大师也就是这样，他简直是就是思无定式对，行无一定的规律，他根据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心情，有的时候那个牌也出得很好。我们这个围棋高手也是这样这招棋在古力下出来之前还没见有人下过是这样的格局，这么早在人家这么窄的地方就进去了。我看起来今天古力下的棋是打算别具一格了。对，好，朴廷桓呢这个飞正常，然后下一步他寻得步调，再从这边来紧紧逼住。是的，这个就是他的意图。那朴廷桓一看这两招，当然这个双方没有交手几招棋之后，这个是我的推测，这个内心的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虽然说看起来脾气挺好。对，行，我们接着看吧。那么下边他就盖住，白棋搬一个。
这个也容易理解，黑棋壮大这个势力，使你刚才这招棋和这招棋呢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这么一个行棋路线。对，他是这样想的。那么古力九段当然盖压了之后，下一招棋这个长就是锁手。嗯，这个长凑人家一档，对，人家正好一档。是的，而且这里面还可以不进，不太好。你这个按理说是必须补一张。嗯，补一张，那这边还该黑棋下。那你这个卦基本上已经无疾而终了。对，这个效果就不太好。那么古力就下了一个小巧的，这个很有幽默感的一招，他就下了一个小尖，对，就是盯着这一带的味道，然后呢看你怎么补。嗯，黑棋这个很生气，这个好像不能够把他一下拍死啊。好，陶令皇结果呢，很快他就下了这个，靠住，就是双方啊，你看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重复多少次都不算啰嗦，就是什么呢？在我们围棋行里啊，非常感谢这些年轻棋手，他们的敢想敢干带来了非常多的话题，足够多的变化。嗯，啊，所以我们现在围棋盘上的景象确实是非常好看，对，五彩缤纷。那么这已经有很多变化了。首先是古力这个尖，朴廷桓的这个靠，我觉得呢，还有一个更大气的下法，就。因为较上劲了哈、啊，你走到哪儿，我偏要硬到哪儿，就那种感觉。其实小球我觉得最朴实的这个就行，拐在上面。最熟的、哦、现在，因为白棋二路已经有一个，那我肯定得长、啊，你肯定长，他再压、哦，你这肯定要长，对啊，你不长待会儿到这儿来了。是啊，你肯定要搬，是这个搬，而且你长还差一点，长将来这一带还有点什么，嗯，你总是搬，他就再搬，你还得退，你不退，他下一步又是这个，你这怎么受得了？你肯定要退啊。退到这儿，他再来一段，外边都走完了，再来一段，你这肯定要吃，这难受。然后他下一步再吃，你还不知道是提好还是接好。嗯，一般来说还是提，然后再牢牢的把这个全部护住。那我这个挂的子到底是死的？对，它还是有些味道嘛、嗯。但是作为黑棋来说啊，当白棋二路小尖的一瞬间啊，我觉得应该大大方方的把右边的空给白棋了、嗯，而且白棋这个程度不是特别自豪啊，一般。给大家推荐呢，就是这个比较简单的处理方式。结果呢，朴廷桓他就来挡，他挡这个古力就已经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嗯，两种选择。但古力呢，大家知道他下棋非常快，对，当然这家伙棋也很快，所以绝顶高手他们相对啊，有的时候在一个长的时间段是双方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在下，嗯，很快，不甘示弱啊。他小秋他还有一个什么呢？第一个白棋这个是可以的，敢拖一个，嗯。拖这个你已经不知道印哪儿了，因为你印这个不行，它加下来了。对，这个麻烦。我就在想，黑棋能不能先？它一定是先挤。对，先挤掉吧，我只能。先挤。不挤还能怎么办呢？白棋就可以搬。嗯。然后你吃这个。是。一定这样就形成转换了。对，它就不走了嘛，它就走这个，这棋就变了。这是古力的第一个选择。嗯。对，两条路都很好，都很好。那么古力就选择一种最较劲的，这个已经很好了。那么古力选择一个什么呢？他就硬，你要硬我也硬你，他就挖，这个也是较劲的啊，叫、嗯、吃接上接上。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个棋形，我觉得黑棋不是很满意，好像觉得。你觉得是吧？嗯，这个就不知道了，没见过。反正下边一招棋呢，这个朴廷桓下的比较气势很好，一般来说还是走这个。对他总是应该护住了，走这个就行。他可能护住，他是不是怕白棋直接就给他跑？白棋肯定马上跑。对啊，这个只有跑，肯定要 跑了就再说。跑了将来，他可能还担心那白棋又是这个顶完了，然后顶完了跳了，对，顶完了 跳，这是一种，是吧？你眼位不够，脚上、嗯。第二种他不顶，他单尖也是一种。你现在挡了他搬了虎，这也是一个棋。那这样一来，脚上就没剩几目棋了。活了没有？主要是活了没有，不是说剩几目棋的问题。但这个是一个下法。嗯。黑棋我觉得要这样下啊。朴廷桓他来了一个酷的。他想把白棋这个挂掉。宽袍大袖。是了。就是有机会还是要给我们大家介绍哈、啊，就是围棋盘上他这些理念、这些观念很好。什么呢？你第一步迈得小的话，你可能第二步跳得很远。嗯。你第一步如果跨得很大的话呢，将来你要收的时候，你可能不得不回去防。对。但是这也不是说简单的就说哪一种更好。嗯。它要根据情况，有些时候确实需要先高速发展，然后再来修修补补，环境污染了再来治理这一类的哈。有些时候呢，你确实需要先扎紧，然后下一步跑得很远，这个就很有意思嘛。我们看围棋盘上的故事，这样看起来很好。
对，朴廷桓这个他第一时间这个气和不能输，他啪的一下就把棋子把你全撸进去，我看你怎么活。对，结果人家古力不活，也他没想到吧。我们接着看，太棒了。古力先从这儿打入，他旁边迂回。对，他说、把他放在这儿，这个简直是眼中钉肉中刺，这个字、我看你还敢不敢不应。对，你再不应的话，再不应呢最简单的，他有了这个子的呼应，最简单就是这个、你必须打再顶一个，然后再加再加一个。你这一期已经不知道走哪儿了，接上。你接这个，他就在尖嘛，这个你这好像很容易活，或者就直接挡就行了。觉得活得很容易。你这个还不知道怎么补呢。对啊，待会儿你总要单关接回去回头再搬砖就随便一糊，然后最后一搬砖就活了。要夸张一下，最后黑棋全部连上了，但是没活。有这种可能。所以好了，意气风发完了之后，哎呦，人家一迂回，朴廷桓一看，哎呀，还是长叹一声，还是补一个吧。这补个，当然这个棋形就有点奇特啊。对，所以我刚才对于他这个靠着我棋形有点不满意，因为他待会被白棋打拔了之后，这木梳很瘦啊，一路还有个扳的。而且他不打拔，这个字里头还没有死劲，还没有死劲。太狠了。当然作为白棋来说，这个地方也不是很好。对，白棋这也不是很好。白棋还稍微欠点。作为这个要给大家一些建议哈，不成熟的建议就是第一时间黑棋在白棋尖的时候要推土机开过来，把这个城墙修后拐过来，是吧？完全修后，那个是一个机会。作为古力九段来说呢，当然他创新和求变这种让我非常佩服，可是我还是觉得那么早就挂进去是不是很好，还是要画一个问号啊。就这样，话题就到这儿就行了啊。然后我们接着再看。古力这个招，我觉得一般人还是不太敢学，直接就挂顶。不太好学，它有很多变化的内容，而且它这个思维也很跳跃。对。还有一点呢，它棋快主要是。对。它棋快，因为我们现在围棋啊，现在尤其是竞技围棋，我觉得我们文化围棋呢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竞技围棋就一定要考虑一个时间问题。对，是的。一上来就读秒，30秒一步，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现在国际大赛撑破天3个小时，英式杯呢用这个延时法典，用空间换时间，那么它是最后可以下很长，但是再长也就是4个多小时。对啊，是不是啊？它不像读秒，它可以一直延下去。好了，既然有时间限制，就意味着我们又是人，总会犯错的。那么你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我相信史丰收他这个速算非常好啊，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算错，是吧？难免嘛。对，所以我们竞技围棋这个时间就必须要考虑。那么古力九段这种啊，又快又好的，他那个先天优势就是一大把，在竞技优势的竞技围棋当中。好，我们接着看，这个故事很好。那么朴廷桓当然不服，所以几招棋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下棋的时候啊。下到这儿，我估计才下了几分钟都有可能，那针尖对麦芒，你搞得我难受。现在我来把你给你全部掏掉。那我这个地方都已经补后了，你这儿还没补，那我当然要追究你不补的责任了。对，他也直接来，你看，接上狠啊，然后黑棋飞出来，飞出来，啊，古力一看，当然这个只有先屈服，挡住，你冲，他当然挡住，一提掉。好，下成这样，黑棋好像觉得不亏啊，这有个劫。然后放眼全局一看呢，哎呦，可能稍微停止一下，为什么呢？没有顺便的劫材。是的。是吧？你真的要抬杠，你说，哎呦，我这个不是劫吗？这个是劫，但是这个已经损了一大把了。啊，高手不会这样下的。对。好，所以他从长计议。他就挂了个角。挂了个角。这个劫呢，就当是。你白棋要补，就让你补了嘛。反正就当是打输了。对。就在外面连下两个就完了。他是跳了一个。对，补棋之前先跳。黑棋反家，反家。下面一招棋一看又是拱火的棋，又是没见过的，跳下来。这个棋没见过，电视书上没有。所以朴廷桓这盘棋跟古力下不到几招就很生气。冒火是吧？他是这样的，就是既是两个关系很好的人，你比方说，前一段时间在另外一个地方和常浩一起讲他过去的故事啊，他就讲到他跟李昌浩过去下棋的时候啊，盘外关系非常好。盘上一坐着，他跟李昌浩下棋很痛苦。对，所以那当然，李昌浩有些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李昌浩就曾经说，他输给罗喜和那次他最痛苦。你看他赢了那么多棋，拿了那么多世界冠军，难逢难遇输给我们罗喜和一次啊，他居然说他是人生，他围棋经历当中基本上算最痛苦的一次。为什么会那样认为呢？对呀，他就是棋的这个交锋当中啊，有些信息。对对对。你比方说，我就举个例子啊，包括。
我常考半天，下一招你啪就下一招，你是反应那么快，你是可以在这个对局礼貌当中，因为竞技围棋不用那么注意，但是他就会拱火啊。那他总是会有一些情绪的嘛，这人不可能一直都平静如水，又不是老和尚。对，而且两个人文平对坐的时候，一方莫名其妙的，比方说突然微笑一下什么的，对方接受的信息都可能觉得你这个很不尊重我，是的，那么就会变成拱火啊。对对，那么古力九段这一期全程上肯定拱火，没见过。那么古力九段他的出发点，当然也很微妙哈，因为现在这个局面还很虚幻嘛，大概是判断中府的价值不是太高。嗯。同时上方这一带啊，接下来谁先动手也很重要，所以他第一时间先取脚步的实地。嗯。他不愿意这样跟平定环下，可能就这个。他不愿意把实地全都让给黑棋。对，这个是过去的定式，一般认为呢，这个白棋是根本不亏。飞一个，然后白棋这样吗？可以不走，可以脱先，对，也可以走别的。但是关键是他这个双板凳啊，总体来说不活，没有眼，主要是这样。不，这个下法确实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很少见。对对对，可能白棋他觉得不太满意，对，要不然就直接靠着就虎下去取敌。因为现在的人都特别看重实力，就这个意思。其实我认为，我给大家报告，这个棋形下成这样呢，白棋叫做正大光明。就是正正堂堂的，堂堂正正如果白棋这个都不好的话，那么这个双飞燕定是应该淘汰了。你人家挂你星位，你就马上应一个。我认为他是这个程度，但是古力九段呢，他另辟蹊径，他有他的想法，确实这个很可贵，我觉得啊。好，不说了，有可能拱火的一招跳二路，这个棋太有意思了。要跳下去，要求取地啊，跳，然后呢？黑棋贴了，黑棋贴。白棋接，你看他这个地方，这有创作的欲望，从这一招开始一直到这儿，这会儿你看古力他该忍的时候，你看梅花六来了，这不是梅花六吗？该忍的时候他也比谁都老实。接上，刚才跳了一下跟这个交换，其实他这个劫打赢了，他就是应该接的嘛。对，他就是等于交换了这两下，他觉得呢，交换了这两下便宜到了。对对对。因为本来如果说这没交换的黑棋可能一手棋连得好一些，是这样，他一手棋连得不是太好，连不了，连不了，不太好连棋。很好，很老实的补了哈。然后黑棋接下来飞出来这个子，对，他觉得这个地方你这个扎了钉，就算是把我这个子吃了，没有这回事。对，他还有一个，按理说这个地方黑棋走是便宜的，但是他因为你下了个新招，他就非常不想跟着你走。你看古力说我不想从这儿靠出来，不想跟着你走。平定环礼尚往来啊，你不想跟着我走，我还不想跟着你走，所以他也走那儿去了。所以他们这个棋呢，就是人的心情和性格啊，表现得非常好。对，至于是不是真理呢？那就显然还要再探讨。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见当今的这个棋盘上的棋啊，这年轻高手的棋确实都是活生生的这个文学作品，可以这样说。人物刻画非常好，很鲜明。下边一道棋白棋有多种选择，但是一定是平定环一下，古力几秒钟不用就下了小尖。这道棋呢不必要，但是他要这样下。小尖他有一个什么道理呢？就这一代的故事是黑棋这个子他不怕死，他巴不得你吃，因为你吃的差不多，他二路一滑，你不是没东西吗？所以呢，黑棋不走，白棋也很难吃。现在黑棋走了这个，我们站在白棋的立场来想是什么呢？刚才你就不愿意很早的时间去滑过，现在有了这个子，你更不愿意了。所以更不愿意呢，白棋要下的棋呢，本来应该是在外头，因为你都不愿意嘛。但是你不愿意的地方，他偏偏还不让你过，你说他这个是不是抬杠啊？这棋但是很有个性的一招啊，对，他往那儿接一个。对，这个棋还有别的下法，我觉得从我们聊天啊、闲谈这些都很好啊，看能不能给围棋加一点味精嘛。那么要说正经的，话归正传呢，就是说，既然下成这样，由于这一带太大，白棋现在非常想抢回来。对，抢的方式就是这个，靠出是吧？靠出，但是呢，担心这一带有什么变故呢？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看不清？其实也不怕。所以呢，现在白棋就可以考虑，先从这一带出来。单靠这个。对，就可以考虑。好，现在白棋走了这个，黑棋马上又把这个走回来了，他心里也平衡了。对。但几招之后，古力又开始气人，真的是很气人。不，我觉得黑棋也挺纠结的，因为
他既然是飞了这个，就理所当然的想法，就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先逃出来，跟白石形成一个对攻的形态啊？但是呢，他又不跑了，他又搁在那儿，他觉得这个也挺大的。但这儿如果说黑棋，因为白棋已经跳到二路去了嘛，你走到外面去的话，你取了个士有什么用呢？究竟啊？对，这个都是很抽象的问题。是。他就是我觉得主要还是心气儿的这个较量吧。棋呢大体上差不多，你比如这个下了之后，下边一招棋黑棋要走的是这个跳，就黑棋需要走的时候走这个是好棋，这个是好棋，你兼顾这边。白棋再靠的话还有个顶攻，对，靠他又不理了，对，待会儿还有个顶攻。行，我们看他们的，总之他一会儿又走回来了。我们就从他们两个在较劲这个角度来看就很好。他们两个在这个局部的定型手法还是比较少见的，这个从古到今没有过。所以你看吧，这个局面不要说整个这个格局没有，就具体的变化，这一招和这一招以及以下的变化没有过，对，从来没有过。所以对他们的水平是一个考验。对，下面一招更吓人，这一看，他挤一个，挤这个，对，鼓励是好样的。鼓励绝对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下出手的，他什么都敢下。对，他就是什么呢？要争先手。是的，争先手，然后回过头来反攻上边。争先手的方式呢，就是，但是你不走嘛，人家刺你一下，这是一个下法，是吧？那再飞一下，收官你也是不太舒服，对，是吧？还有嘛，当然加一下也可以，加了再立，你也被收官。好了，他就没棋走了，你不能拖啊，拖人家搬来吃了，你这个尖没用啊，挡住这不是还有点吗？所以呢，他这个也还是有道理的。可是一看这招觉得有点吓人，很有幽默感啊。怎么是这样吓的？黑棋呢，如果是日本棋手可能会下这个。对。但是当然日本棋手显然下不过我们，他高高兴兴可以飞到这儿，就把你掏空了，待会儿还要攻你这个，就最气人的是吧，还要攻你。确实。那么韩国棋手就一定是要立下来。那么古力当然抡起来先咔嚓。起了你既然立，那我肯定是要断了。对。然后第一时间爬，爬掉，省得被你拐下去成先手。对，下一步我搬起来你受不了，黑棋但是平衡还是退。好，这会儿他再回到二路跳，先跳这个。对，这个挡极大，这个一定要挡。对，他这个地方如果不挡的话，这脚目数就差飞了。对，这里头有变化，待会儿摆给大家看。那么白棋下一招长，黑棋当然是先出来。好，留下一些火种，人家又不走了。他到底要干什么？对，接着几招我们再一看，把这个整个这个它的韵律、它的旋律联系起来看，你能够感觉到，古力在这跳舞，动一下、吸一下，跳舞很漂亮。你看啊，再给大家看，然后再给大家解释它的内在的一些逻辑。它碰，好，眼看人家扳着要进攻的时候，他嘣，他又到这儿来，所以朴廷桓也很生气哈、他走这儿的时候，嘣的一下又把左上角全部封住了。这个觉得黑棋这两手棋跟白棋这两手棋，价值好像不成比例。我感觉是，但是不进来，但是不见得，不进来，对，不进来。但是我们感受它这个旋律，是不是啊？是。你看从这个地方开始嘛，二路蹦，蹦叉叉完了之后，这一动断完跳的时候又不走，又到上边，上边动一下又到左边，你有鼓励在盘上啊，等于就是，左蹬右踏，左蹬右踏。非常漂亮，对，有点跟不上他的节奏。对，有点跟不上他的节奏。但是如果我们来切磋他的这个，体会他的内容，是吧？待会儿来体会他的内容，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如果说他照在这里能把这黑棋这两个子，说就这样给他鲸吞了，我觉得白棋还是挺满意的。你认为很满意吗？我们话题先停在这儿，来看，就是我们都是古力的粉丝，觉得很满意怎么样？其实一看形势不好，不见得好。不见得是吧？对，反正也还有一些别的内容，不见得好。你看啊，这个地方算双方分界线，对，这也算你的，这也算我的。就算是空的话，那么黑棋就从这儿开始算吧，10、12、14、16、18、22、24、26、28、30、32、34，这个35目没问题。白棋这块算你全部吃掉，10、15，23、24、25、26、29、30、31、32、33，这块比它小，没它大，没它大。对，哇，这有只肥脚，意味有多肥啊？分着一点，对，然后只能粘上，再煎回去，发现要做活，要做活，这棋还得跳22。我得跳，你还不能先煎，这个很妙，它这棋恰恰还可以活，先接还不行，先接还度过。然后再跳，对，他暂时不走了。对，待会儿人家有一冲。然后挤的时候，可以挤一个。啊，
挤的时候搬，搬的话它打直就崩结到这儿啊，哦，有点怪异，结是这样，有点怪异啊。这它是说明一个道理，这怪异，这怪异。当然不能接了，接了从这儿打，但是它有结，对，这个结有点生死结的意思。对，这个变化就是说什么呢？当黑棋加了走进来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啊，白棋这个不能接。对，不接才能保证白棋是活棋，单跳，因为他冲的是你单挤，单挤，他接你再接，他不能动了，他就渡过你先手了，对，是吧？好，那么白棋这个不能接有什么关系呢？下成这样，黑棋理论上可以下成这样放着，先手不走了，对，他将来有一天呢有吃这个的可能性，就意味着这块黑棋是铁活，你说你将来什么时候你想开了？坐在墨子上想转了，也接这个，对不起，可能是后手，人家可能不理你。是的，是吧？好，就没有多飞。这两块黑棋还大，这个角上白棋没有几目棋，看起来大，大也有大的难处啊，没几目棋。然后这个地方是有目，这个地方二四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目棋。这个地方黑棋已经是十一目朝外了，这个算你单接先手。是的。所以这块黑棋跟这块白棋小一点，因为这个地方有些负担。这个地方没有几目棋，然后人家这儿有。你这个没好，人家这儿有个方形，现在还跟人家下，你说形势谁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漂亮的招法，音乐听起来也很美哈、招法看起来很漂亮，形势不见得好。对，形势不见得好。看起来朴廷桓还是也很有强劲的。对，就是说啊，不要以为最终我们看古力赢了，觉得哎呀赢得很漂亮，其实啊千辛万苦。对，你看的好像人家的招法不怎么样哈，人家是被你牵着鼻子走，人家好像你靠我就这一个月走啊，对，也不怎么样，也不怎么样，但是你就是不见得好，也还真不见得好啊。所以唯有对手的强大，其实才能显出我们的强大。你都是吹苦拉朽一般的胜利，那说明你本身也没有那么强。我们接着往下看哈，接着往下看，他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呢？给大家说一下。实际上呢，这个还是很漂亮啊。我觉得呢，就是古力九段他这招棋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理解一下，这招棋下的黑棋非常难受啊。他如果说搬里面怎么样呢？是不是白棋要搬下去啊？你搬里边啊，他就搬这个棋，他还可以断。哦，那这个黑棋硬起来很麻烦啊，烦这怎么硬？就吃起来很讨厌。那么你搬这个就不要说现在它可以退了啊，大体上呢有这样的可能性啊，我给大家摆一摆吧，什么可能性呢？你比方说是这个，长一个那被它断掉了，断掉它立。哦，你无论是走什么吧，它一跳，是吧？这个它就连回去，最顽强的方式连回去啊，味道太饿了，你就发现味道很饿，这一带冲着，但白棋这儿也有负担。如果白棋有了这两个交换的话，那就不行了，黑棋就崩溃了。那我直接把冲断，它一冲来，冲断就崩溃了。这就解释了古力为什么是先碰再飞这个，这算一个解释，是吧？好了，了解这个解释之后呢，再来看朴廷桓，因为他这个是不能退的嘛，所以实际上呢，刚才啊，要说啊，第一时间白棋这个尖，他其实就已经可以走这个。哦，他原来就有个靠，已经可以走这个了。对对，你走这个的时候，他断就行了嘛。就古力在决定尖这招，就是朴廷桓意气用事走这个，他应该直接定型。但是因为跟古力这个情绪上要配合，你到处都在挑衅我，这个不能没有反应。他走这儿的时候，古力现在来走这个，朴廷桓更难受，因为这个地方还盖着一个巨大的棋呢。他一扭断，你怎么办？你很难受啊！你只有退，他不知道怎么硬。你退的时候，他再搬，他现在不断了，搬，把你先逼回去。你把你逼回去，他完全不会了，他直接就可以来了。嗯，你这边还欠一手棋呢，对，是吧？所以我们鼓励的棋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啊，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来看，那么他现在走这个，现在鼓励走这个，他搬，啊，鼓励先做准备，朴廷桓走这个，藏一个。然后古力九段走这个，就这道棋呢也是落子如飞，下得非常快，但是很快呢下边一招棋人家一下了之后啊，又发现这个棋或者是之后吧，发现这个棋不见得好，真怪，白棋已经顺风满帆了，对，很得意了，就觉得哪儿都下得哎挺舒服的，啊，挺有个性的，啊，挺舒服的，这个全局形势不见得好，这真是怪了，黑棋现在走这儿，那么这个棋就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小秋，我觉得飞一个大概是可以的，其实呢。此时此刻这个段仍然很大，哦，就这个应该定型了，可能后来古力没有走到这个有点后悔，但是恰恰呢朴廷桓又选择了一个不是很好的时机走，这个故事特好，
断，你说黑棋怎么办？断的话，它是不是要打底下呢？我打这个好像不行啊，我觉得你打这个不行啊，那我只能打你到底要帮我的忙啊，我退回来我就变得多强啊，那我就长回去吧。那我将来这还有拐，那这还有这些、哦、还有这些东西，将来你就烦死了。我还很怕您待会压了我，我还有压，是我煎一个，煎一个你走哪儿啊？这脚还怎么回事、啊、还不知道、哦、至少劫财叫一箩一筐吧、嗯、行，所以黑棋最佳下法是单立，你断的时候，他最佳下法是单立，就是最佳下法之一单立，单立你也退，他还是要补。这是先手，这必须要对补气，必须要补、嗯。好了，你有了这两个，你看你这个气也长了，坚实多了，坚实多了，木、哦、也好了，是吧？本来这个飞的话，人家这如果这有个先手的话，还冲断有杀气的问题。对，因为待会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断、嗯，不要小看，人家已经补了，还要断，这个断它重要性有多重要啊？嗯、还有黑棋第二个下法是什么呢？吃这个。你内，所以他们的棋啊，这个内涵是非常丰富的，那必须立第一时间滚刀啊、哦，行、嗯，对，滚掉是吧？对，先让我们鼓励的心情坏一下，要吃接上，接上，然后你爽完了，你总得补了，补了好，这个地方永远冲不断，因为这儿有个这个，这个也是便宜的，这个劫跟没有一样，因为白棋一旦打胜，薅到这儿来给你全部掏空，所以基本上将来就算成你大概先手。走一下算了，这样我们发现白棋是不是要走这个是很有问题的，对啊，是吧？是的，啊、你而且这个、嗯、我觉得味道不太好啊，这看起来，谁味道不太好？白棋的味道不是太好，没问题，白棋没问题，哦、因为你这个外边卖多了呢，它下边可以让你过，哦、你下边卖完了呢，上边你连上就行了、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早交换完了之后，你不见得要走这个，嗯，你。能不能考虑走这个呢？哦，走得更远一点是吧？或者要不然你考虑一下走这个，缠着他这一块。嗯，啊，行。其实大跳也是一步棋啊。嗯，也是挺大的。然后有了这些印象，我们再来看啊，就这个地方啊很大很大，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朴廷桓在十万火急的时候来下这个。嗯，他发现古丽飞这个的时候恐怕没有怎么发现，没怎么注意，因为下来太快了嘛，觉得白棋很好了嘛。嗯，现在黑棋走了这儿、走这个，对，就下边一招棋鼓励让我很感动，就这招棋确实真正的鼓励。嗯，一般来说我们还曾经在白棋不顺，你想应一个，好，你应这个被朴廷桓这个一尖，这个白棋要输了。嗯，这一尖要输了，而且这一尖有先手味道，这上面有一个冲断，这个有顶，非常大，有鲜味儿，这个地方非常大，所以鼓励这个吃小了才有这些味道。对，你如果先定型再吃大了，它就没这些问题了、啊，这个是，哎呀，真是围棋盘上非常好的鼓励。好，下边一招棋我们来看吧，鼓励。哎呀，这招棋下得太棒，下了一招好棋，很快下一招臭棋。你看这招非常棒，立刻缠着朴廷桓不让他动身了。这个朴廷桓有点傻。这一看，就鼓励对于这个棋的形势还是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他知道这棋不能随便退缩。对。所以他一定要反击在这儿。嗯，反击这个现在黑棋一时不好动，但是白棋周身也都是味道，都是毛病，就是它是什么似是而非的东西，莫须有的东西，周身都是。你看黑棋下一招一靠也不太好动，就是黑棋也不，你靠这个棋力量不够的人简直处理不了。嗯，你说他死的他没死，你说他活的他没活，啊，不死不活，坚住先在这儿。嗯，走这个，他现在呢，好歹先防住了，就是你顶呢，我就挡底下，你拐回去，我反正把你挖断了，嗯，这没关系，对，问题不大。但这个时候呢，黑棋下了一个这个，这个，哎呀，这个真是，小秋，我们这个就写文章就要感慨了，哎呀，这招棋太大，太有味道了。也许朴廷桓是现在才发现的，也许他发现古丽下到这儿的时候，眼睛在往这儿瞅，啊，也有可能。但是呢，这么大的一招棋下的不是时候。对，我觉得这个时候怎么能下那儿呢？我看这步棋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就是第一次看的时候。但是，我就这边怎么这么着急？他怎么下那儿去了？但是确实很大。怎么渲染都不为过啊，这么小一个地方。那么应该下什么呢？这地方应该老老实实的。其实小秋他就大体上他主要舍不得。因为有这个嘛，你这个甚至可以先走，那么先拖这个。对啊，他怎么不着急把这个拖过呢？先就慢慢下，这个拖过，当然白棋也有故事，可以搬啊什么的。啊，就看你这个什么时候走，看你什么时候走。黑棋也可以忍痛走这个，你必须走这个。嗯，他等于这儿还有一下，
这个图形摆给我们大家看就明白了，就这个地方你看嘛，最抬杠的还可以走这个，你这个不能打劫在虎嘛，虎一个，嗯，你这个脚上总要走了，你不走它尖进去了也很大，白棋断打啊，你大概要断打，它等于将来不要说这个了，就这个就是先手就行了，这个目数已经一大把了，对，嗯，那现在是是就现在拖过也行，那怎么下都行了，我觉得，嗯，但是这个拖过它先挖一走有一个打，所以这两个不要交换，大概就这样吧，硬一个啊，而且这个呢可以保留，可以保留，我觉得大概是鼓一下，鼓一下你就要吃它拖过就行了。对啊，我觉得不走，总是黑棋要赶紧下这边了。对，就这个，这边太大了，实在是。他是不是想下？你就要吃，他就拖过。好像我觉得黑棋的意图是不是想觉得这个是有先握，让你补一个，然后再回到这边了。对。这个如意算盘也太好了。也可能还有一个较劲嘛，还有一个、啊、这个较劲，我一说出来，大家就能把他这盘棋的故事串起来了、嗯。就好多地方都是鼓励走了，他就不走。对。鼓励明明这个地方想要纠缠，他偏偏配合你，就是让你，啊。两个人是在较劲，所以这个地方他还有个心情是什么呢？小秋，就是你打入这个、嗯、很追求很积极啊，我对你这个打入最大的反应是什么？最强烈的反应就是不理你、就是你自以为很强的一招棋我根本不搭理你、嗯、这是最牛的，所以还有这个心情啊、考虑到这些因素来解读他们这盘棋就太好了，之后还有很多故事，非常好、嗯、我们是不是该休息一会儿了？嗯，那么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再来接着欣赏他们的好棋。好，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围甲朴廷桓和古力的对局、啊、对，刚才讲到这个王老师，我们这个对于黑棋这步棋下这个时机有点疑问、不，但是主要是变化非常多，内容非常好、我还是随时在感慨这个东西，就过去啊没有挖掘出这么多的变化，嗯，确实让我联想到就是以前给大家做过这样的表述，就是我们现在啊年轻棋手他们下的棋经常让我这样想，就是围棋盘就更加自由，即使是错误的招法，嗯，就是看上去错误或者是非常接近于错误的招法都没有关系，都可以带来很多变化啊。所以以前也是看我们央视电视节目啊，看到就霍金他就说过，就不要怕犯错误、他说我们人类社会在宇宙当中是充满了错误、好多好多成果都是因为错误带来的。对，我发现这个跟我们围棋盘上的这个故事啊非常奇妙的是一样的，嗯，很多感慨啊，来看这段故事很多。那么朴廷桓这招棋固然是时机不是很好，对，他现在下这个实在是这样、因为他不是绝先，不是说走完了之后马上就要白棋命了，白棋必须得补一个，对对，但这个地方叫剪不断理还乱啊、关键小秋说的对，就是说在十万火急的时候这边那么着急的时候，但是他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就是他对于对手最强硬的反击就是不理你，你比方说国与国之间什么军事方面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这个我们可以产生很多联想，最强硬的居然是不理他，你根本不搭理他随便他说什么啊。好，我们看这个他有这个契合在里头，但是很奇妙，下一招棋呢古力九段我估计也是落子如飞，但是也是落到盘上就后悔，估计是这样、我们看跳下去这一段故事待会儿再给大家这里就非常好，先搁着、你想怎么着回头再说，当然我也不理你啊，这边还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啊，但这招一落盘就后悔了，因为他很奇特，在这个格局当中啊，乌泱乌泱这个气象当中啊，以后有太多说不清楚的东西，确实，所以你就跳了这招之后也是不干不净，这招棋我后来看了一下，我觉得古力这招棋他肯定后悔了，他应该下什么呢？他要是下这个的话，这个黑棋就要哭了。为什么是尖顶？你看这个真黑呀、尖顶的话黑棋是不是要最讨厌是你走这个啊，然后他再搬这个，好、不用搬这个，他走这个大跳，有了这个子可以走这个，哦，这个够狠的呀，直接就把它照进去，这个血盆大口张开了、因为你这两个子是棋精，是的，因为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里头还有很多东西，如果这两个子被无条件拔通的话，恨不得以后他走这个攻你这个了，因为你冲这个他可以退了，对，好了，打掉太厚了，这一尖你一走他一照你怎么办，动不了，我好像是有点难下，已经晕了、摆一个很快的给大家摆一个变化吧，就是这个你最好的突围就是这个，它就是这个，
你必须长它就折，你必须扳头一招不能松它就弯，你不已经不知道是接还是退了啊，对，你要弄紧它是这样，嗯，你必须挡住它这一折，你这个不能扳了，一扳它给你吃了，嗯，你一蹲对不起这边一气搓了，已经把它闭死了，这边一气搓了，嗯，是的，啊，这个很简单，对他们来说一秒钟就看到了，嗯，好，所以这一罩你就不能动，这个都没有了，这些就更不行了，因为这个就不用说了，它退都可以了，嗯，因为你吃完了，待会儿这一吃眼位都不够，好，那么就要煎，一煎呢，它可能还是只好跳，它不能拐，那这底下就直接二路爬过了，没有，就先搬啊，爬过之前先搬。意思你看小球刚才这个表情，他知道这还下什么，待会儿他不是这样吃，他连根全部我先被掰一下受不了，你这个最幽默的是走这个他就渡过，然后还有搂打，嗯，你小心这几个子先手被他吃掉，嗯，是，然后他这两个子还要跑，对，好，这个地方我觉得鼓励这盘棋这招棋没下还是有点遗憾，嗯，如果尖顶到这个，哎呦我一看这棋太饱满了，那朴廷桓这个尖和鼓励这个尖比起来那力道差远了，嗯，啊，是的，好，这一跳呢怪，后来我们可以知道剪不断理还乱，对，下了好几招棋之后啊，这里头啊味道巨恶，哎呀简直是有各种各样的棋存在，发现，嗯，我们接着看吧，嗯，跳黑棋跳一个，好，这下不能丢面子啊，这一跳就不行，只好再跳啊，不然待会儿人家撅出去了怎么办啊，嗯，哎你看后来朴廷桓这也搞出了很多味道，太棒了，是的，你说我们现在要是马马虎虎的胡皮潦草的一看，哎呀左上角全部是白棋的框，这黑棋差多了，哎，以为是这样，黑棋下他先顶了一下，问你一个硬手啊，这一问问得浑身发麻，所以人家这个巨大，所以他刚才为什么要胡，他肯定是看到接下来有顶啊，要不然他不会选择在那么关键的时候跑到那里去胡一个，是啊，他肯定是觉得白棋可能会硬，嗯，白棋没法硬啊，这奇怪了，那脱先了，所以刚才我说白棋第一时间啊在他挡完了之后要断嘛，是的啊，现在他一接你没法，你比方说这些就不用说了哈，这个被上面冲断的话，这个，对，冲断杀气这还有扳啊，哎，这个杀气你黑棋把白棋吃了，是的，这个当然一样的道理，对，也要冲断，这个同样的道理，扳过了，是的，你以为这个就好啊，这个最他最怂的有一个著名的劫啊，扳了连扳是吧，对啊，扳在这儿，这已经是个打劫，打的话我翻吃是一个打劫，而且这个劫他打胜了之后你官子还损了，嗯，你看他打胜了之后骑到这儿这个官子损了，还有脚上你小心将来要长虫子还有啊，外边这个冲断是怎么回事，这外面都吊着的，就是说他打输，当然他打赢了也很狂，一打赢了之后拔完了这个地方全部，对，这大飞到二路去了什么的，全部要逃光，嗯，所以这个劫双方都很重，对，这个棋很妙啊，一团但鼓励牙咬，但是只有团了，全团也下不了决心打劫，嗯，关键呢他现在形势还不错，对，哎，那么这个地方有个幽默，白棋如果有机会要逆收这个官子的时候呢，我强烈建议他先加，先问个硬手，加这个，对，哦，这个就黑棋周身难受，最后只有退，然后你再见，这也很漂亮，将来你又惦记着你的这些故事，对，尤其是在打劫的时候或者对方读秒的时候又要长草了就这个意思啊，嗯，所以他们这棋好看了，好，这个地方很讨厌，让黑棋下一招扳，黑棋扳这个，哇，这扳的鼓励浑身难受，嗯，你看你以为白棋人多就行啊，不一定，你怎么硬啊，小圈你看你如果吃这个的话他有这个吃，这要冲断了，他不打劫了，他扳接，对，他扳粘让你接了直接把你吃了，嗯，是的，有这个子的帮忙把你吃了，嗯，他就扳接，你看他黑不黑，所以白棋也没有办法，他只能硬撑，只能硬撑，必须这硬撑，哎呀，出现围棋盘上太妙的一景，什么景呢，我们都知道按照一般生活常识来说啊，嗯，人多力量大，连起来先下手围墙是吧，这些概念肯定的嘛，嗯，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凡事都有但是都有意外所以有些时候人挤得太多了之后啊它会出现难堪，还有有些时候这些棋啊人家走了一招让你没有棋走，待会儿有一个局面，哎呀我摆给大家看一下，这太有意思了，就围棋太有意思，你那么多人的地方让你走你没法走啊，好，现在这挖也很难受了啊，他挖这个的时候呢，黑棋这个时候脱先了，嗯，突然就黑棋脱先了吗，朴廷桓很得意，他知道这一段，你看这也有打劫，对，又有棋，然后这还有很多味道，嗯，这两个嘴又不好，这边要壮大哈，哎，他又开始得意洋洋，下了一招很飘的棋，这个
他走在这儿，他突然这儿全都搁在那儿，因为他打劫呢一时半会也没有把握，那个劫呢不管谁赢都是很重的，对啊，这个地方呢也是有很多味道，就不说别的，摆个简单的什么击打就完了搬下去，对对对 对至少就已经有气了，对，太好了，看他们的棋真棒啊！但是他现在，但是他这道棋第一个呢，我觉得是叫做没有尽善尽美，就是方位选择没有尽善尽美，还有呢这个幽默感不够。方位选择呢，小乔这个棋还是要下这个，刺一下，就是叫什么呢？有的放矢，哎，应该是顺藤摸瓜，就这样下棋还是好。这个呢，毕竟还是抽象的一些，飘了一些。对，你看你顺藤摸瓜，它的幽默感是什么呢？首先白棋不能接，接被它便宜了，对，这个受不了。那么你当然可以不走，可以不走呢，那就意味着它将来断是先手。是啊，而且这个断很大、啊，就很大，这已经差不多十目棋了。嗯，这目全收住了。好，你抬杠的下法是这个，你要贴。那我挡住。不，他退。就退了。你再贴吗？对，他搬。要命的是你这个不能断，你断是后手。你断他不会了，他走这个。嗯。你走这个，他这有个尖，是，他可以回去。所以你几乎只能搬退，那你不是帮他围控吗？那待会儿他时机好再给你断掉，你不是被他气死吗？所以呢，要下的时候，黑棋扎这个针，就是有的放矢，这个才好，这个才人家白棋才难受。对。你这个凭空的走，将来可能是单关。嗯。啊，所以这是一个。但第二个，乔丹赢。就这个棋啊，简直太有味道了。我就问你，如果黑棋走这个，你下白棋你走哪儿？黑棋下这个，他现在问硬手，你说你下哪儿？我怎么走啊？各位考虑一下，就刚才我描述的，有一种局面，对方走了一招棋，你已经没棋下了，被他活活气死。我好像补哪边都不太对嘛。我如果说补这儿呢，被人家很简单一击打就糊回去了。下边还有劫。啊，这对这地方也不对。对。如果我补这儿呢，这被冲是什么玩意儿、对啊，一冲啊，他这个扳机还是先手啊。这个好像杀气是不太可能杀得赢的，这是。因为这人家一扳粘之后，这气就立刻就长出来了。对，最后你痛苦半天只能走这个草帽四，然后人家这继续问你。然后我还是没吃掉他，啊、你不是活活气死吗？就他走这个，我已经不知道白棋下什么了。说老实话，对呀、啊，按理说是有这个，有这个，但是将来人家这一冲还是吃掉了，这个子还是吃，就你冲不断他了。对，他一扳接完了之后，还是可以给你杀气啊。此外呢，他这一搭不是官子也损得很有限嘛。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局面真是谢谢他们太妙了，黑棋掉一个这个棋，这有字，这掉一个问白棋硬手，哎呀。太好，这个局面不是很常见的。对，就是有些棋啊，对方走一招，我没法等于我，你给我提问，真的很难下，我张口结舌，我觉得我无以回答。对，就这招棋一走，不管白棋下什么，对中府的战斗也不一样。没错，是这样。这招是，我觉得哎呀，还有这一招，以及他们这盘因为鼓励的自由开放带来的话题，太好了。尽管它不是每一个话题都是很。完美的男主角的形象啊，但是呢，要感谢他。这一招棋，哎呀，下在这儿确实让白棋很难受啊！这棋到底要怎么办呢？对，朴廷桓呢也是，我觉得他可能也在纠结，我上面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呢？先把那些东西走掉还是不走掉？他这个线索太多了之后啊，时间也有限，纠结、纠结的他可能再说他可能以为这一代很重要嘛。我们接着看啊。很好，我觉得看他们这盘棋看出这些味道就已经足够了，足以了。好，他走这个，这个棋反而松，一定要顺藤摸瓜，这个才好，这个幽默感太好了。对，好，另外简简单单判断一下形势吧，还是这个，这个地方呢，至少邱丹莹别的不说了，有这个吧？对啊，急打完了。后来就这样下了，都不说这个虎下去，我这个虎出去它是怎么收拾吧，我都不知道。不知道啊，这有个段，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吃的。对，总之有点奇，所以哎呀，现在形势判断不好判断，它究竟有多少空，然后这个地方都不清楚。对啊，这翻了两半都有奇的。然后这个地方呢，白棋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就必须要先动手，不然的话人家造一个太大了。那他造是不会造的，他一定是从这一线来的，朴廷桓这些。那太黑了，那么你这全部成功也不够，所以现在当务之急要把这个跑出来。我们接着看，这会儿古力九段肯定很后悔刚才这个跳，他如果尖顶到这儿，我几乎要说他就要快赢了。尖顶到就快赢了。白棋正这个，对，这个很松。这个时候他
不管怎么样都要一头先扎进去再说了。对，非常棒的棋啊。嗯，黑棋要攻击它。嗯，这个攻击就朴林桓看得出，朴林桓觉得这两招他是优势，还是比较稳，不然这些花拳绣腿早就可以上了。当然他这个要先交换到就好了，我们后来可以看到区别有多大，这个也没有纠结算了。他，我觉得黑棋可能在攻击白棋的途中，他一直在纠结我那边到底是动手还是不动手。如果说动手的话，我是直接把这个结给他就撑起来了，还是说中间先走两个，还是把它虎出来，这也是他纠结的地方，反正一直在纠结。四个字，一言难尽。对，一直在纠结这些问题，究竟是应该这样下，还是应该那样下？嗯。然后白棋，反正古力必须把这个逃出去，这个才能谈胜负。嗯。但是确实几招棋之后，我们一看到那个音乐的点子又出来了，就踩着点跳舞那种感觉，蹦叉叉的感觉又出来了。像这一代不是古力都有这种感觉吗？是，黑棋搬。可是感觉归感觉，形势还是不太好。就看着古力好像，下的还挺那什么的，挺灵的，这靠的啊，这儿靠一下，但实际上这形势并不见得就好。嗯，因为这里面味道太浓了，实在是。好，这个盯着断。嗯。那么下一招。对。现在长这个呢，白棋接下来这个地方有个断点。嗯。那么他如果说直接这样补断呢，好像显得有点无趣。对对对。那有没有好一些的补断手法呢？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他这是怎么补断的。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古力和朴廷桓的精彩对局。现在呢，这块白棋面临着要制孤的问题啊。黑棋刚长了一个，马上要冲断你，这是眼见的，你得补断。那么这个断点要怎么补呢？对，嗯。结果我们就看到刚才说的，古力又踩在音乐的点儿上了，就碰借力而行，好棋。哎呦，你看黑棋这道棋，我就说哪怕现在放在这儿，你让白棋去补也好得多。因为下围棋它最重要的是黑白双方彼此要借力。嗯。我要借你的力，你要借我的力，你离他远远的，他还没法借力。对。他最终还很无聊的得去补，是吧？那么你还留下一个很大的实地，没错，这个反而给人家一撞。古力这盘棋用了几个靠了，这个靠，嗯，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靠，这个地方有个靠，不过这个呢，都是在制孤当中的靠，这还是比较容易猜到的吧。嗯啊，接着看吧，靠撞。黑棋当然这个要硬，这个不能不硬。白棋一退，长，对，算是补好了。黑棋接住，黑棋下得很老实，他就一个个接。他不，朴廷桓他这个嗅觉还是有，就是他盯着你中间这块猎物，他知道全局形势是他好。对，他这个嗅觉有。对他很清楚这一点。对，变化很多，变化是很多。是的。然后白棋再拐一个。对，这个拐选择了简单的，当然也还有些别的下法，是不是一定要拐？就不知道这些下法有没有。就比方说这一些，跳一个是吧？直接在底下，就是谋活，搭出一点眼来，看起来。对他，或者是拐一下之后来跳，因为他有个什么纠结呢？小杰他有个这个地方，就是他们也在惦记这些事情。是。这个如果能够下成这样呢，那还可以。嗯。是不是啊？没错。这个算是一招。冲不过来，就是尝一下，就是尝眼味，不也出来了吗？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下法也很重要。嗯，这个下面就是你一搬的时候，它可以退，要掌握好时机。对。那么黑棋要兼顾这个段，它这有个哗啦啦。是的。所以在一定的时候呢，它就只能走这个，走这个呢，那么白棋还有这个方式可以强行的切断它，就你这个没有扎着啊，它让你付出代价。嗯。你走这个，由于有了这个子，可以走这个。王老师一直在感叹，刚才为什么没有扎的？对，所以他有过去的有些观念还是有道理，就是下棋要这个有的放矢，顺藤摸瓜，这个很重要，是就是因为所以嘛。但是现在呢，有的时候不需要这个因为了，直接就是所以和结果，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对。可是过去那种方式也有它的好处哈，你朴廷桓这个空大飞这条棋就自己暴露目标不太好。嗯。好，他有这些内容，但是就不太知道了啊。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双方都在惦记着，但这个地方呢，在此时此刻啊，白棋想要反击黑棋啊，恰恰不行，这个有点遗憾，这个确实也有点遗憾。好，白棋拐，白棋现在拐了一个，然后黑棋长，对，白棋呢是下得很凶悍的，嗯，他没有像我们
没有说像我们说的赶紧自己赶紧搭个眼去，他连眼都懒得搭，他赶紧干什么呢？他赶紧把这个补回去，这得抢空。你好像你看小秋好像在表扬鼓励，可是你不知道鼓励下这一招，他基本上内心在流泪，这太难受了。你看接下来两招，朴廷桓一下这个鼓励也是火冒三丈了，就是补完了，人家还有棋。对，你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所以呢，我建议他，因为他周围这个变后的这桩要暴动了。同时他没有找着反击的手段，所以刚才我想建议鼓励是不是拐一下马上跳这个，这个不拐被人家压过来还是厉害，就拐一下他成一个立刻跳这个，不知道怎么样，跳这个不知道怎么样。但是现在呢，我们面对现实看他们的棋啊，鼓励补了一招本身是单关，上边这个劫仍然存在，对，然后我们接着看，然后这边还是有这盘，是鼓励这盘棋获胜太重要了，就这盘棋要是输掉的话，那下一次跟朴廷桓下棋的时候啊，情绪更不好控制。他们关系可能很好啊，但是刚才给大家说了嘛，职业棋手他在盘上较量的时候，无论多好的朋友，都是较劲的。对，那肯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坐在对面的时候是对手嘛，你肯定是想战胜对方。对，你只有较劲，才有尊敬。你都是温良恭俭让，我让你赢了算了，那就不是职业棋手。好，我们接着看。黑棋搬一个，而且这个地方很恐怖，又很幽默啊，这盘棋带来的幽默话题太多，叫吃，然后小青你看你要吃这个是吧，对，当然接下来一个什么提劫啊，提掉就打上劫了，但这个劫呢有它的特点，黑棋下一招是走哪儿啊，他找劫在这儿小尖了一个啊，小尖这个朴廷桓已经觉得可能顺手接下，反正这个地方已经没有收官了，对，他就尖掉，我们的棋友肯定还在怀念这个东西。但是有些时候呢，见好就收啊，见一个算了，挡住提，我们大眼一看发现是打劫活啊，就对啊，这打劫活还得了啊，黑棋如果打劫活把这个活掉的话，将来还要渗透到角上去，在一定的时候，这些都是先手，黑棋的空比白棋不小啊。那你黑棋这个白棋还下什么？好，这第一个影响。你生气吧？你说这个子现在放在这儿干什么？但是不放这个子的话，人家刚才可能直接就把你冲坏了，已经。是啊。所以要理解职业高手内心的痛苦。他是吧？补也不知道怎么补。啊，这是一方面，一个巨大的劫，还有另一方面，这个劫是怎么生存的？怎么存在的，也很有味道。你看，你不能光说大手一挥，这儿还有个劫，你还下什么啊？那就不是科学家，就不是盘上的科学家。你举个例子来说，你一搬，他一挡，然后挡这个，一挡这就是劫了嘛，对，是吧？这样是打劫。对，但是这个劫慢啊，你再观察一下，最后做出一个结论。哦，这个劫是黑棋花一手，白棋脱先，还是劫。就说如果说白棋，比如说走个别的吧，随便走一个，搬一个，对，然后呢？他接着走，不能接，接死了，这接要把自己接死的啊。他一加，他加这个，一加一靠就行了啊。至少你没有，就是不能一眼看出来活棋啊。然后走一个吧，对，随便走一个啊，这样不能一眼看出来活棋是吧？所以不太容易活。你是先用一招棋去投资，下一招棋确实是个接着。是啊，所以这第二个因素吧，刚才说第一个因素是有个大劫，第二个是要了解这个劫的性质，第三个要看全局劫财。哦，我们发现要打劫，哦，您这儿就没有劫财了，这不是也有很多劫财吗？是吧？所以呢，它有劫，但是也没有那么简单，也不能说这个黑棋就赢了，白棋就不行。对，就是说黑棋要打赢劫的话，比如说人家搬，他走一个，他不能接。因为我们刚才摆的加完了，其实虎在这儿吧，他要继续打劫，然后走完了之后呢，等于说黑棋找个劫才提回来之后，白棋在外面还可以连下两个，那也就是说加起来的话，白棋在外面得连下三手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形成转换会下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还不知道呢？不知道啊，但只有一条知道，什么呢？这里头不全是白棋的空，这我们知道，是不是啊？这至少是有个大劫。但是这个地方全部是黑棋的空，有一些劫财，有一些味道，但全是黑棋的空。而且呢，这一段白棋还补了一招，所以这招棋我觉得要形容就叫做，也可以说是职业高手的内心痛苦。第二个也可以说，哎呀，高手就是不一样，什么不该忍的他都可以忍，所以他心胸宽大。很好啊，了解这些故事。因此呢，下到这儿应该是他心里很难受。对啊。好，朴廷桓呢下成这样，找了一个劫提回来，然后
他立下去，体完全不走了。骑小尖，对，这个他先这道棋就是没有，他就是形势好，形势好。现在有很多未知的东西，比方说最未知的就是，如果黑棋输掉的话，干脆就全部歼灭吧。我要杀你，要杀你。嗯，他现在确实全连环觉得形势好，所以他就想控制节奏。其实这段不走呢，白棋形状很破，做眼很困难，但是他还是稳。他考虑到这个地方要鼓励，接了这个这儿有个断，对，就这个地方要注意。你把鼓励逼急了之后，他这儿有个断，他要断了你，要断开，是断开，因为他这有些联络嘛，对，你搬了这个，然后跟你这一块脚进去杀，他受不了。其实变化也很多，也不见得黑棋就不行啊。所以而且他也不愿意用这样的方式补断，嗯，一补断你不是把这个劫就卖死了吗？好，所以他干脆先接，这个就可以理解了啊。然后他走了这个之后呢，白棋长了一个，长，对，嗯，在这儿长，这个也是很精彩很有味道的。黑棋尖，黑棋刺一下，哎，就尖刺，哎呀，刺的鼓励很难受，但是他毫不犹豫挡住，先盖住你再说。这个地方你要开劫，那我就跟你先打劫，先蹭着，反正你这是缓期劫。对，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故事，这个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变化，已经摆不完了，对，它就断。然后击打嘛。击打，对，接上。再虎刺一下。虎刺。这个地方有个冲断。对，让它拐下去，这个变化已经现在完全说不清楚了。所以这冲过来呢，黑棋中间这块被一照还没活，所以黑棋也没有把握。也没有把握，对，嗯，也没有把握。但左边呢，黑棋就有可能把白棋全部吃掉，嗯啊，但是确实这个黑棋也没有把握，鼓励挡到上头是对的，先挡住它再说。对，那么左边呢，当然就装下那个劫了，就有那个劫。后来朴廷桓是跳，朴廷桓跳这个，对，我也不太清楚他现在跳是什么意思。对，他这个也是一种心情吧，嗯，一时半会儿没有找着最清楚的下法，这跳还是可以，就是威胁他，还有跟这个变化多少有点关系。哦，也多多少少有点关系。总而言之，他认为还是便宜嘛。嗯，对，他先走一下，想便宜到嘛，想走一下，但是白棋不给他机会，先跳刺一下，我跳刺省得你待会冲断我。对，对，现在就冲断来不及了。嗯，对，省得冲断你，对，他是这个动机。嗯，但我还是在怀念，不知道鼓励九段现在跳，他跳这个也讨厌。如果他没跳这个，白棋跳这个有点意思。哦，他跳当然还看着这个嘛，是有一个。对对，他有个跳之后，他就可以靠断他了。对，他靠断也不是一个争断。他整个连根给他切了，就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没有，他也是一个假切。挡住。他在竖。他走这儿。没有，他单竖，就你可以吃这三个子，哎，有这个东西，但如果他跳了这个，你这个就不行了。那就没这个靠了。换句话说，他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嗯，对，他认为是个便宜，同时留有这个靠，是吧？不然呢，人家白棋鼓励，如果他没尖这个跳这个的话，刚才我就说，如果没有尖跳这个，也倒是也还是有些变化。这个乒乓球啊，还是很旋转度还是很高的。嗯，好，他走了这个，让他跳了这个刺，然后白棋刺，黑棋反刺，反刺接，白棋接上，嗯，黑棋呢贴过来。嗯，对，这招棋。有问题。现在贴那个不太好是吗？是不是还得补着二啊？对啊，这招棋你就冲过来就是了嘛。嗯，那里头不照样是劫吗？他这张朴廷桓也是，就他们俩下棋啊，刚才我打个引号，我猜测是有点拱火，就是虽然也很好，一个前辈和后辈嘛，但是也生气，肚子里头也生气，有些招法是有点气人。嗯，彼此都有气人的地方啊。所以呢，你说下到这个地方，他觉得你这没棋，你干什么呢？我先冲过来再说。他也有这个心情在里面。嗯，这也可以理解。但是其实啊，他就补。嗯，这棋我不认为白棋会输，但这个地方有挡啊。黑棋也没输。对啊，黑棋也没输。是的。啊，还不见得吧？对，这个很大，这个很大，本来就很大。嗯，这吃掉本来就很大。结果黑棋实战走这儿了，白棋冲过来，黑棋一冲。而且把这个粘上了，居然，对，那弄得黑棋这整块棋现在有点岌岌可危了，看起来。对，这也出问题了，这不行了。他刚才我看看，他作为补救措施，好像就是这个。哇！这补救摆给大家看看，我们还有点时间吧？很紧了是吧？对，比较紧张。就简单摆给大家看看，就这样。嗯。他还是要见好就收，接上，你必须吃，他就把这个吃掉。然后冲过来，把棋筋先。这样白棋呢，还要得画一手棋在这儿做活。嗯，虽然落空，但这个棋还可以下。嗯，还可以下，就是白棋是不是肯定赢，我也不是很有把握。哦，因为这儿还有点。是。后来这个地方朴廷桓突然之间崩溃了，主要是，他也是，较劲的人下棋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突然。他没有
房岛谷里有一个单街的好手，这道题他漏算了。然后发现这几个子的气意外的长了，黑棋烂了。对，然后这一冲就把黑棋给冲烂了。对，他主要是这个问题。他先冲断他，最后几招摆给大家看看。对，冲断。但是冲断他之后呢，发现白棋这一拐冲他没棋下，没招了已经。你这接不上了，竟然被人家一口气挖死了，接住就已经。这道棋正好点在穴位上。对啊。哎呦，突然之间，白棋每一招棋都变得最好，刚刚好。所以这个下成这样之后，黑棋在这儿跳，然后白棋扳了一下，断掉。这个就清楚了呀。跳走，你跳。他是单跳的。单跳。他已经把它给断开了，由于这个地方黑棋有个断点。对。所以他就没法收拾了，已经。没法收拾了。啊，来不及了。对。这一个断点你补不过来，他怎么都来不及。你如果冲断，人家直接把你咔嚓了。对，你现在冲到一下也没有用。这会儿我们发现，哎呀，古力的每一招棋都是好棋。刚才我们觉得他痛苦万分的一招，现在是恰到好处。是的。然后他跳刺这个，白棋一挖，这个下完了。就下到这儿，这底下全死了。这个应该认输了。是啊，这现在挖打完了之后，你挤打完了之后，发现这儿还有一个极端，真是痛苦万分，下了半天，哪儿哪儿全是毛病。对，不，他这个尾巴可以给你吃了，他现在我觉得这个人全给你吃，他就够了。是这样。他只要把这个一吃嘛，他一接你的劫没了。对。他把这个卷光，这个卷光，然后这个大尾巴狼全部送给你，他赢了。就不够了，不够了。这黑棋这死的太惨了，他这一接入，你这个挡没有了。你死了，反而死了。就人家打在这儿就行了，把你这个命上面也灭了就行。这中间，黑棋好像就觉得突然死亡，本来这棋还真挺激烈的，对，黑好，叫的挺，我认为挺紧的那个这时候就王老师，您觉得他刚才点刺的时候，对这个冲过来的时候，赶紧再回头。回头是岸。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赶快回头。这个棋呢是白棋好，但是黑棋可以坚持，因为这段毕竟有个劫嘛，没错，还可以跟他折腾。那么我觉得这盘棋最好的呢是这一代的味道，还有这一代隐藏的味道。对，就是确实他们就是现在这些年轻高手，他就是这种勇气，这种挖掘啊，他确实不停地在挖掘啊。就是地表之下很多精彩的东西就不断的出来。是的，是的。过去这个棋呢有它的精彩，但过去它是停留在某一种范围之类的。你比方说，就是说不好的就不要去，觉得可以的你就去。现在呢都没有这些约束，直接什么都想去，什么都想去。我就先去了。对，所以它带来的东西自然就好。自然就好。这盘棋我觉得太好了。主要是这个地方呢，虽然有很多味道，但是。后面他黑棋下出来的手法其实只是其中之一。如果说其实我们比较有兴趣的话，这个地方的变化可以细细的再去研究一下。可以自己可以研究，太有味道，很有意思。耐人寻味。还有这个地方什么时候交换的问题，我是觉得黑棋很早应该交换，把这个点在白棋打入之前应该交换，试探白棋应手跳不跳二。如果跳完二，那么点了将来这两个子不是棋精了。是的，他全部下法又变了。后来呢，古力九段这个尖顶，哎呀，这个尖顶没下出来，这个尖顶太帅了，比这个尖简直帅太多了。但是这个尖当然也很大，对啊，所以这盘棋要议论的东西太多。我估计这种东西要写成平面媒体上要写书啊，写文章来介绍这盘棋啊，这就完了。这个好像就真是要写一本书了，这个变化。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大家已经看到，就是直白的古力呢是战胜了朴廷桓，那么帮重庆队呢夺得了这个主将的很重要的这胜利。那么这样一来呢，重庆队也是巩固了他在榜首的位置。虽然说这是第十五轮了，到22轮的时候还有七盘棋，还有一段距离的啊。但是这个重庆队是否能够继续卫冕这个冠军啊？现在还是个悬念。不过我觉得他们离冠军又近了一步了，好像又近了一步啊，感觉。但也就是近了一步而已。当然后面可能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啊。好，那这盘棋呢就为您讲解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感谢二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今天的文评论道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棋迷朋友的收看，棋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棋友，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